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我斗阵归三宝。啊，下礼尊念，我的主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69页，啊，169页，第三行看起，对念落的解，由本经得尊普贤品文，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研起品嘛是安尼讲。若真君明回忆真实之理，即功累得品文，诸真实非永明精进，以向专制庄严妙土。真实之者者，真如是上之本质，此节本经之所开始者也。得尊普贤是第二品，是四品。本经的书有三品，这算是正信书。第三品是发起事，大教研起发起事，开化开始开始，化是教化，离军的人听到佛菩萨的开始，伊就明白。就起了作用，起什么作用呢？变化气质，这个变化不是普通的变化，是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实相，
伊也都了解到一切法的真相。这实实在在不是普通人，但一般人理解无这款的深度。即句个《金刚经》上所讲的，应无所住离心，其心呢、啊、是讲些境界。啊，真实之者都是真如本性啊！在哪位呢？在一切现象当中，明显呢是自性，自性嘛是真心明显，所现的是万物。大经里面上讲，上有心性，上是现象。今仔日科学也有着现象，分作三大类。物质现象、信息现象，信息是精神、起心动念。三种呢是自然现象，经过宇宙不外乎这三大类的现象。佛经嘛是安尼先讲，名词无同款。佛经讲的是阿赖耶的三世相，就是啊科学所讲的这三种现象。第一种业相。业相就是自然现象。第二种转相，转相就是信息的现象。第三类叫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这三种现象，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以相，皆是浮梦。这三种现象，拢嘛是浮梦。啊，今仔日拄好一个同学，互我一份资料。为什么讲伊是浮梦呢？咱啊，对古色的电影，现在可能真少了。现在拢是数码这个电影进步到这款了。古色的电影。是动画片，我这地有些个电影的短片，每一张是一个独立的现象，有两张是重复的，六张拢无同独立的画面，在向咱机内面播送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你甲看卖，咱伫个银幕顶面咧看电影咧，都会互伊欺骗，连做讲伊是真咧。那会知影讲伊是放映机，来个拍开，即张拍去银幕顶面，马上甲关起来，佮拍开第二张放入去咯。伊个速度紧，一秒钟啊，24张，就甲咱欺骗咯。咱就认为讲迄是啊，真实咧。伊哭你对伊哭，伊笑你对伊笑，完全唔知影事实真相。啊，咱那是做一个实验，一秒钟24张，咱个23张，甲伊创开乌，只留一张，只留一张伫放映机诶内面来播送，是24分之1秒。啊，咱看到什么款现象？啊，看到一撮这光闪一个，光内底有啥物无看清楚啊？24分之1秒看未清楚，只看到光一闪。即摆
那咱就知影咯。电视啊，比电影搁较逼真。为什么？电视一秒钟五十张，所买的电视每一秒钟一百张，百分之一秒，五十分之一秒，二十四分之一秒，咱已经看不到了啊！只看到光一个线子，那看到一百分之一秒呢？连迄个线迄光都无看到。现在一个数字，恁都要该创清楚啊！弥勒菩萨讲啊，一段子，三十二页必千念，必千是十万，三十二页成十万，得到的数字是三百二十条，那这个条呢？是一万亿呢，也是一百万，应该是一万亿。一条是一万亿，三百二十条，一单子，这个频率偌悬呢？就在咱的眼前，什么物件呢？所有一切物质。咱目睭会看到的，耳孔会听到，耳孔会闻到，嘴齿会吃到，身体所接触，所有一切现象，拢是伫这种频率内底啊产生。那一秒钟生灭偌济摆，都是为面啊。头前一张灭了，后面一张阁生咯。因是相续相，相续相，逐张是同款，叫相续相。所以啊，叫大同小异。咱那局限伫眼前这范围内，这范围太小了，所以那像是大同小异，实际上唔是安尼，是小同大异啊。为什么整个宇宙变化就大了？啊，咱看到香港的一只角咧，其他无看到，你看到整个大陆都无讲咯。香港无变化，大陆有啊。哦吼，发展到啊，变化界、虚空界，今仔日讲的全宇宙啊，整个宇宙是安怎来的？都是这个普通现象产生。啊，这个代志渐渐的，由科学家证明，这是佛上讲的这个宇宙。啊，今仔日。有这现象，这秘密呢，和科学家给传了。跟佛经讲的完全是同款，不只是假也不是真的。所以啊，佛讲了，凡所有有相，皆是浮梦。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拢种拢嘛是浮梦。对未来呢，什么现呢？识别呢？影像讲的啊，一真法界，讲的叫做世界，咱这世界无共款啦。咱这世界是心现色变，不色变，迄个世界无变化。换一句讲，伊毋是亲像咱伫咧啊放电影，因为伊无即个频率啦。十方界是无频率，六道无频率，啊，伊真法界是无频率的。为什么？伊是清净，伊有现象，有未现象，只有现甲不现，无当中的这个性别相。一旦指啊，这个三十二亿啊，逼千念，伊无，
所以迄个这个现象是永恒不变的。袂当讲相续，相续是动的，伊不动啊。所以相是真的，不生不变。东条像宗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就是什么款呢？你讲的五句话，性是什么？真心本性。第一句话咧讲，本自清净，好基自性，本自清净。好基是无想到，无想到我咱的自性，就是咱的真心，永远是清净的。将来都无念无记，啊！今仔日地球上念有较侪，无即个念有啊，精神的念有啊，大自然的念有啊，拢念有咯。叫做世界无种现象，永远清净。第二个呢，本不生灭啦。即个咱这世界，你所看拢嘛是生灭法，人、动物都生了变死，植物啦有生住异灭，空物啦山河大地有生住坏空，无一项唔是生灭。啊，科学家甲咱讲，咱身体是甚物造成的细胞啊？有偌侪细胞？大概有60条个啊！有60条个细胞，这60条细胞寿命是无同，有诶寿命长，有诶寿命短啊！伊伫咧新陈代谢，换一句话讲，每一天有真侪细胞死去，对着咱诶身体代谢出去了。以毛细孔白下，在小便白下，拢是什么死的细胞？咱食落去物件营养啊，佮生着新的细胞，新的细胞代替了这个已经死去的细胞。换一句话讲，咱的身体佮今仔日唔是同一个身体咯。啊，每24小时就是一条牙，新陈代谢偌侪细胞呢？7000亿。啊，每一天有7000亿的细胞啊，换了，旧的啊换做新呢？每一天的身体拢无同啊，袂当算讲是同一个身体咯。如果你啊，拢总创清楚、创明白，你的观念是这种的啊看法呢，你就知影讲身体是假，啊，身体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我啊，佛说的不生不灭啦。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甲我找到了，我原来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不生不灭，而且真正了不起啊！本自具足，家己本来具足，具足什么呢？具足智慧，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智，无量上好啊！佛经上讲的。阿弥陀佛正报的这个庄严，那是咱本来有的，大家人拢有啊，甲佛拢是同款的。佛甲人介绍阿弥陀佛的报身啊，身有84000相啊，咱这个世间人贵人上上好呀。第32种，32相，叫做世界阿弥陀佛有84000相，
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每一个随行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个光明内底拢有诸佛如来菩萨啊，伫咧办班呐、教学啊，就老烈的呀。无生灭现象，寿命是无量寿。无生灭现象，无量寿就是永远的年轻，未老啊！啊，无生了病死，所以伊有现有问，啊，问现的道理，咱伫这经内底拢有学过咯。为什么会现？无始无明的烦恼的习气，无长进，伊就现。菩萨有现，佛嘛有现。菩萨现是伫这内面断习气啊，佛的现是帮助发心菩萨。叫五法心菩萨帮助因提升境界，这来对啊，不生不灭，无始无明烦恼习气那长进，这相都无去咯。所以个问，问就是灵台师啊所讲的本自具足，但是无现象。也就是讲，伊也无物质现象，无精神现象，无自然现象，所以啊，了不可得。对于唔通有得失心，有得失心就错了。也唔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就迷了。不起心不动念，这境界现前。起心动念都未现前啊，起心动念现什么呢？现是法界啊，现六道轮回啊。啊，咱今仔日所处的境界就是啊，起心动念啊。啊，啥人会当明心见性？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就会见性。有时咱就知影咯，慧能大师去到黄梅为高个，伊修什么？这张经都毋捌听过，相当一支香都毋捌坐过，伊只是一个对方来对精密破查，做了八高个，八高个。然后迄想，我做心内啊，真正清楚，大概成熟咯。也就是讲，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精密啊，不起心不动念，破查不起心不动念，那含用？爱佛师、爱遐老和尚，拢经不起心不动念，无论做啥物，只要会起心不动念，就会见性。这还怎样？有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这人是菩萨。也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这人是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种拢有，这人是六道凡夫。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啊，总原则啊。想要成佛，那就伫所有境界里底，起心不动念。那咱看到慧能的例。能看到海贤的你，海贤就在咱眼前做呀，
去年才过身的啊，这一年。啊，为什么咱见识会起心动念，闻声会起心动念，要有分别执着无？只要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咧，就是叫作业啊。做什么经业？轮回业，六道轮回就是安尼来。自作自受啊！拄则我有讲，若讲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无执着就袂做轮回业。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去倒位呢？去四性法界。为什么四性法界啊有分别？是起心动念分别造成的。那无分别、无起心动念，伊就超越，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假啊！那去倒位呢？伊去一真法界去哦。一真就是十宝庄严土。哦，好袂当，无甲即个啊，创我清楚，创明白。然后你再知影个什么法门，拢会成无上道。哎呀，无参加禅，嘛无有计较，也毋捌字啊，无听过经。这是啊，佛门内面真正讲的上上君临，跟慧能大师同款啊，唔捌字。因为什么是上上君？就是讲伊的处事待人接物、见识闻声，拢不起心动念。这人叫做上上君，起心动念都不应你咯，就变成凡夫啊。所以我要劝大家啊，家来佛寺这片功德，看一千遍，一天看三遍，一年，一年了后，你的境界跟普通人绝对无同啊。虽然你未当开悟，若讲会开悟就好了，你成佛了。未开悟呢，一个智慧啊、德能啊，是大幅度的提升，绝对跟一般人无同咯。为什么你的心方向少咯，十念少咯，智慧增长咯？你无学假物件，人家问你，你会当答得出来？你未讲唔对？啊！那问你，你哪会知影呢？你家己莫名其妙，那是什么呢？正德到几分咯？无做，那都跟凡人啊无同款咯。那讲真正用功，真正对看破放下去做，会有真大的成就。为什么我经常所讲的真实之者，又不是假？当你答句无量义啊，讲不完啊。啊，咱一部经讲一千多小时，甲学校的课本啊无同。大学内底无一门功课要学一千多小时啊。两小时是一个学分，六七百个学分，这大学内底无的。所以要佛法，一定要知影行一门深入，千万啊唔通创伤多，创多就杂咯，杂咯心就乱，精神就袂当集中。伊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世间法。佛法里面的皮毛常识啊，你有这物件，
伊啊真食物件，意在言微。所以必须都要用心去体会，用什么？用真心吗？什么叫真心？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真心，起心动念用的就是妄心，妄心绝对得不到。这是啊，佛法，那你所在，在世间完全无共。世间会当用分别执着去学，佛法绝对袂用你。用分别执着去学咧，佛法就变作世间法了。佛法就失去了，佛法无失去，咱学习失去了。那学袂真正物件，学着真正物件，一定爱知影通放下。那讲到放下呢，一定爱乞丐，丐都唔免做。黄玉经常讲诶，以这一切，一切即一啦。三诸境界无量无边。为了起来不外乎十善啊，你看偌简单呢？你一个十善修为好，如学如深入，如学如广大。大行的八万世行，你看到了；修行的三千威仪，你将阿到了。所以咱净宗净宗学会建立在美国加州总理维尼现在还在地的会定是杨一华技师三年我在那边写一篇言语提出英文为科目这小个概论呢真好记啊为什么你不会叫不会记呢你不会记你怎么那学法呢第一个三好三好是佛跟咱讲的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啊。我们修道就法门总原则。你想要有佛就要对家有手。这三好就是三条。第一条好用父庙奉师师长诸心不杀修习善业你有做到吗明仔做法呢我该落实伫个地主规。地主规就是咧教这四句。地主规若落实这四句就当讲做到了。当然是无完满咯。但是安尼真正做到慢慢啊再来求完满随着你的境界向上提升啊！你祖祖连连知影，讲要安怎，家己也圆满啦。第一句啊，就是世间善，这是啊佛法的基础，佛法的根基啊。无这就无佛咯，有这个呢，啊，你佛门咯，修持三规，五戒。众善这些的佛门三规
是五佛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三规的规护法经，咱给他讲念。不是什么呢？不是讲我，家里不美，这叫规护。法是啊，正知正见。精力不暇，暇低暇见长乐。精力精见也都是讲甲诸佛菩萨如一切人事物同款的看法。第三个呢，慧精，精代表清净，若君清净一定不染。为皈依佛是觉理不迷，皈依法是正理不邪，皈依经是正理不染，觉正经。这些必须都爱呀遵守。不管你学到一个宗派，到一个法门，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拢总爱遵守啊。总纲领，总原则。我改就是咱中国人咧讲我想啊，反正眼款，不差心是零，不偷多是一，不下阴是利，不亡物是信，不饮酒是地。人之类地心，中国伦常的教学真早咯啊！我的看法，至少有一万年以上。无文理以前，会当讲是啊，无文化。印度婆罗门教有一万三千年历史，我跟因来往。我想咱中国传统文化，未来伫伊后面，至少嘛有一万三千年，但是文理就四千五百年。发明文理，未当讲无文理以前无文化。中国人就已经有文章的概念咯，有五伦五常啊，以后衍生出诸位八德。嗯，只要把这物件做得好，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圣人啊，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三规五戒，十善是第一条，这是根本的根本。第二个科目呢，算到六合啊，六合经啊，三合六道。叫大乘，三合是戒定慧三合，应该得定，应定开慧。这是什么？这是教学的这方法啦。真正的啊，教出圣贤，教出佛菩萨，转凡成圣，这方法非常好。教学的理念是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贵以专，就是一门亲力当时分修，这是东方人佛菩萨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就是读书千遍，记忆自见，一定要自见，自见就是开悟，没人教你，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明白？
你念久了，念久了。念久都无了，那就是讲梦想十年拢无了。情景是现前，分别无了，平定心现前，情情平定是真心吗？这真心生智慧，伊起作用就是智慧。无量的智慧，所以你读这本书，你这时阵你全部拢明白了。你看明白了，无看明白，我这项未明白，这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智慧大开啊！世俗世间一切法，拢总明了。过去、现在、未来，嘛拢总明了。这是东方人啊，佛菩萨教学的这个目的呢，不是教你读真正多、记真多，不是。论语来对孔子有讲过：“一文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呀。”所以古圣先贤无重视记忆，这种讲学多闻，记忆无注重，爱专，哎呀，专一，爱制定，爱开会，重视这个。所以中国教育是圣贤的教育，印度教育是佛菩萨的教育。那现在教学的理念方法完全拢无同款咯。因那里传统的文化，在新佛法虽到了极处了，要给兴旺起来，那都是教学理念、个方法，咱来承认，来重新认识，无依照古人这个理念方法学未出来。大学内底有佛学的课程。我过去啊，教过四年，教什么的常识、佛学常识，以后我未搁再教咯。为什么教这有罪过啊？教你魔多咯，因为佛学常识就是佛所讲的，错咯，不是安尼。我那相信是对于咱的梦想，从我境界来对出来啊，跟佛菩萨不相干，这是咱的错误。佛菩萨无故事啦，咱该错认咯，该伊啊曲解咯。那咱要安怎学呢？啊，行古路，行戒定慧。惊一门侵入，当时分手，伊一定爱惊，应该得定，一定开悟。所以咱学习汉学，来先爱做些实验，这个实验至少得三年。三年就看会出来，和学习的人就是朋友来给咱看，咱就会相信。那无做是好模样，你跟人讲，人袂当接受啊。西方人而物质，而物理。会用的，来讲下多文会用的啊。东方是精神文明，学伦理、学道德，佛法那是高等哲学。用这方法，袂当入去啊。
为什么呢？你这个佛法，你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三个条件：第一个真诚心，现在人无啊。真诚心、恭敬心啊，那无这三个心，那是学未到的啊。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拢是不落用。你不能吸收啊！这是啊，教学基本的理念方法无同，但是东方这个物件有路用，永恒不变是真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拢有路用。超越时间，三千年前的中国有路用，三千年后的今仔日有路用，三千年后也是有路用啊！永恒不变，这叫做真理啊。哇，这心真好运！年轻的时阵，老师教我，我就是啊，有这点啊条件，真诚、清净、恭敬。但是个个人来比，我是未够格。我该定咧讲，我年轻的时阵啊，是真诚啊、清净啊、恭敬，大概当拍30分。200年前的人，因大概拢是有70-80分啦。我若生在200年前，人会给我开除啊！我未及格啊！但是甲今仔人来比呢，今仔少年人大概啊，只有3-4分尔。我有30分是足了不起的啊！超过因啊，10倍啊！所以老师无放弃我，老师非常认真的教我。因为我现在要过来找学生，这就困难咯，要去倒位找。啊，无具备这条件是未当成就，所以呢，现在咧办汉学院，要安怎办呢？要当招学生，为什么咱无老师啊？我伫马来西亚首相问我，恁汉学院内底将来教授有偌侪博士，偌侪硕士呢？我甲伊讲，一个都无啊！伊那讲你安怎教呢？这书博士我认识无多，伊袂当教阮的课程啊。学生也无得找啊。那变怎呢？我想出一个办法了，先办研究班。就研究员，研究员去对倒位找呢？这嘛是首相问我，你为什么看喜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1000多这个花校，小学啊，有60多的中学，华林班呢，那边教中文呢，这里面有一些老师、校长都、就是。我要求的这个对象啊，我也有跟他们在往来，跟他们到底在开讲，跟中国古圣先贤这套教育的智慧、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经验来跟他们做报告。他们只要听有了，就有兴趣了，来做研究员。啊，咱10年的课程是啥物呢？课程就是啊，军事治疗、军事治疗原则咧，
65种。每一人专攻一门，期限10年专读一部书，就是读数千遍记忆逐渐。你每天去读，读久了，你的起心动念就是这部书啊，无杂念。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我也要得到这个。慢慢的再把真心找回来，真心找回来了后，就会开悟。开悟了后啊，这部经就会通了。你在全世界，比如说你学易经，你就是易经的专家，用过10年的功夫啊，那通，而且所谓这学问呢，包括佛，包括道啊，你也拢通咯。我用无量寿经来给你请教，你就会讲给我听。你讲的跟佛讲的是同款，那你袂讲错啊。咱是行这条路，这条路真艰难呐，真辛苦。但生啊，发心学的人都爱有自信心。啊，咱这汉学院啊，心目当中偌济研究员呢？100到200个。每一个人只能学一项，那学两项，有两三个人拢是学一项会用，就成立一个小组，你会当带到阵。每天读书10小时，这是开始啊。10年当中第一年，这是什么？就是修禅定。提着主来修禅定，甲梦想和分别执着甲念掉，好你的心专注，用意的一地，专注的一处就叫禅定。我想出这个方法啦。2年了后呢，伊那拢是老师了。拢是捌教育过别人的人，所以了解安怎去备课啊，安怎去收集资料。2年了后到第2年，哇，要求因啊，每一人每一天每一个礼拜讲2小时，一礼拜讲一堂课2小时。啊，这2小时都在写讲义，讲义就是伊的著作，足够啊。一年修改，修改10几摆、20几摆，最后才定本。你所讲的，阮拢总个录像，这是什么？这是你学习的成绩啊！这种成绩到你伫个你要毕业的时阵。到第9年的时阵，我家己啊送去国家教育部去审查，有教我读文学院博士学位的，啊，国家啊发予咱这个汉学博士学位啊。得到这个学位咧，你伫全世界大学就会当教中文咯。因为小学老师、中学的老师都无需要学位，所以啦，这个对因啦嘛是一个真有吸引力的啊。因重新啊回到学校去读10年书，摕到博士学位，这是我设立汉学院的这个理念嘛。啊！我伫个马来西亚来做实验，第一年做实验，
一年就会到大学啊。校长，我真感谢伊啊！伫这半年，伊两摆来甲我看。第二摆呢，带你两位副校长，头一摆带一个，这摆两个副校长拢来了，连学校领导人拢来了。跟我讲，学校决定要办。安行医啊，要建一个四科图书馆。无定都是安尼先引发起来啊！佛教哪会去创中国传统文化呢？是我爹年前啊。我买100套的四科专书，送10套给学校。因学校有10套四科专书，有10套四科会要，大概有10套军事地要，加国学地要。校长真有智慧，这是中国人。未成年智慧的结晶，这是宝藏啊！所以要办汉学院。这是我无想到的。我希望讲将来中国也当办，非常的有必要。也就是咱今仔日这个世界上。需要军事地要的老师啊，把军事地要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哦，大家人拢知影，这世界就和谐啊，太平了。这世界上什么灾难拢会化解？啊，我创这个物件，绝对不是为家己。我来推动，伫苏里兰卡建两个大学，一个佛教大学，一个宗教大学。因若叫我去做校长，我已经88岁了，袂当去做代志了。我只会讲出主意，袂当去办代志啊。所以啊，我就请因的总统。就来当年校长，总统一个少年呐、啊，这60多岁款呐、啊，所以马来西亚汉学院，我嘛要请校长。印尼汉学院也是安尼啊，学校好坏是终身教授，会教大学啊，那是国家办的公立的大学，大家拢知影这是好事啊，拢是属于尽心尽责，尽心尽力。今天你们办学的目标，迫切的目标就在眼前，是欲尽君命，为以尽心尽力。什么是尽心尽力？教学、教育。啊，咱今天努力的，是在讲。我跟马英达总统熟识就慢啦，早几年啊熟识就好咯，我有体力，我会当帮助伊做一寡代志。现在才做戏咯，无这个
提咱咯。什么大师呢？团结宗教。团结宗教第一项大事就是讲访问每一个国家的宗教。咱来交流。我希望宗教回归教育，每一个宗教拢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希望全世界宗教锻炼着宗教徒，化解社会上这个一切冲突啦。对个人、家庭、社会、族群、国家，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那么来做这件代志啊，苏里兰卡的这总统非常有兴趣。大学现在动工咯，是咧开始咧建立咯。哇！现在国际上所有活动拢无要参加，苏里兰卡可能也得去一抓。啊，中华大学来促成。这是非常重要一件大事啊！这件大事大概20几年前，我第一次回祖国去访问北京，跟佛教的协会会长就不错见面啦，阮是同乡，前某伊日练的接待啊，阮讲了4点半钟，当时我就提出国家应该办宗教大学，爱办佛教大学，每一个宗教拢爱办一个大学。宗教大学的任务是团结宗教，互相学习。佛教大学是培养佛教当今教学的师资，比什么都较重要。来深入经中，把佛的经中讲清楚、讲明白，特别是如何的把经教里面的理论啊、方法啊。如是来到恁的生活，我学我用啊。如是到个家庭，如是到社会，如是到企业，如是到各行各业，有路用啊。伊个军事地下拢是共款，军事地下会当治国。这部无量寿经的帝国，伊是真实智慧。你看，欲尽君民啊，这是拯救啊，君民就是人民啊。人民无受过圣贤的教育啊，无受过啊大型的教育，真多啊事实真相伊拢唔知影，明就是唔知影。你教伊，伊就会明白，伊就会感悟啊，问题拢会解决了。
就讲雷德片内面来所讲的自尽是非，真实智慧就是真心，真心是真实智慧，真心就是你心内无妄想、无杂念、无分别、无执着的真心。现在真心变作粪扫桶咯，内面堆满着妄想、杂念、分别的执着，这就变作六道凡夫咯。如果把粪扫桶清好清气，内面物件都无爱滴咯，那个一片真心，那是什么？那是佛菩萨啦。所以佛法修行无别项，净度粪扫浪，拢做改弄抛弃，卖个容易，这就丢了。释迦牟尼佛成佛就是安尼成的啊！你菩提树下立定，把梦想分别执着拢放下了，咦呀，成佛了。慧能大师在对房精密破查，一个梦想分别指标放下，已成功了。那来福寺的这三个人，无别行，也是在一句佛号当中。因就掌握着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以外，所谓杂念分别执着拢做放下，所以大家拢成就啊，拢成就念佛的三昧，拢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一佛念佛，现前东来必定见佛，这句是真的啊，不是假。所以啊，咱有理由相信这三个人是见佛不止一拜啊。尤其是阿贤老和尚，伊寿命长啊，伊活120岁。你才会出家，结果好好一念了92年啊！我相信伊这一生看到佛的真侪拜啊，绝对不是三拜四拜，真侪拜啊！所以心拢知影。一句佛号，一向专指庄严妙土。这个妙土就是极乐世界。那么庄严极乐世界，但同时也要庄严地球。会把全世界宗教团结起来，拢总回归教育。这就是庄严地球妙土，不是做未到的。啊，咱去看下面，这是几只家，正如实相一本质。本质就是本体，天行里面叫做本体。真如实相就是一切现象，迷梦就是真，麻木即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
离开梦想分别执着，这都是真心。你就会看到真相，真相非有非无。每当想象啊，想象就着想；每当演说，演说嘛会着想。着想就是凡夫啊，每着想都会去看到，看到你就真清楚，你也讲未出来。释迦牟尼是安怎讲出来呢？先卡方便。本来人了解，听明白，本来毕竟是少数啊。哈哈，君临老实人，真正苦逼，老实听话，认真做，这种人会成就，伊的成就跟上上君拢是同款的啊。所以你若要问讲，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款的品位呢？我会跟您讲，上辈上品，伊若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一定是十地菩萨，不再三贤啦。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四十一个位处，伊是最高层的。咱要知这道理啊。对你相机的观察啦，你都会看到咯。实相的本质呢，就是本经之所开始者，这部经常讲的就是啊。所以我选择这部经，我把所谓经全部都放下。我要把精神把时间隆重的集中在这部经上面。我提出来这部经呢，大乘无量寿经是故佛号阿弥陀佛，一门清净当时分修，决定得生净土，有同学问我讲：既然把你放下了，这个为大众尽心尽力啦，树立榜样，以后众生。这两项要怎么能去统一呢？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问题发生在哪位呢？发生在你也还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啊，它是离幻。如果你真正依照佛所讲的这个理念方法来去学习，你开始境界了后，你就会知影咯。安言放下，要专心啊，专一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一，不是你啊。自然伊就统一咯。譬如讲，咱用正人的理。慧能大师行每八个月，每一天的做事也非常的精进，不平淡，非常的勤快，精力观察这是的做出石头啊，为转寺庙的大众服务，大家吃饭啊，
每工煮饭遐茶，就爱米啊，米精米去泡茶。是要来对食饭，咱相信至少嘛是有几千人。这是大道场，不是小道场啊。相处的人客，你会知影对房内面精密人有偌济呢？发财人有偌济？这是工作啊，那也放下。我是无助。精密破查的诚心，另外应无所助的诚其心，诚心跟无助，还是因不是你啊？无助在哪位？在诚心当中，诚心在哪位？在无助当中啊！啊，咱在慧能这里看个清清楚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嘛甲咱表演，伊啊，蔓延放下咯，心内一念不生啊。但是对一切众生恭敬教下说法49年啊，那家伊还阁会做教。日常生活当中表演，互大家看，做一好模样。所以。伊嘛甲咱实现，真心无助是一，毋是二。咱伫海贤老医生身上嘛会看到，伊每工工作非常勤快，龙井、种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是感觉拢无休困啊。伊即句佛号从来无间断，做事是诚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一句佛号。爱到伊个无助啊！伊啊，不住在任何，只住在佛号，拢是显示出。无助跟信心是一，不是二。咱家也分做两项代志，也就错了。这个理呢，会当应用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你从事多些事业，无妄心，无分别执着，无起心动念，都是无助啊。代志做个。顺利成章，做到有点事，有业绩，那叫信心。原来信心就是无助，无助的信心。咱来回向呀，也是大乘里面所讲，不化不离世间法。世间法原来就是佛法啦。问题就是讲，你会向你未？会向就是啊，未向就分做两半了。另外合未起来，那会向的人，身心拢是不济智慧；未向的人，身心拢嘛是烦恼习气啊。极乐啊，妙土，乃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咱这地球嘛，同款。最后有发心的大菩萨，无住心心是大菩萨，不是小菩萨，因为伊用真实智慧，伊也会把这个地球庄严起来。做会到未？
真正发心就做一搞啊。为什么做一搞？用我的汤底做一个小实验，就成功咯。证明人性是本善，证明人是真正好假。啊，你现在个可能企业来对嘛做成功咯，对假，无假是袂用呢。哎，大家拢来讲我，大家拢明了。要好经来对，见好动改，见好动改一定在教，建立用色啊，其他拢真好办。因阿哩，我个工区啊，太好了。那么你有相信君师之要会救中国，君师之要会救全世界，需要偌济时间呢？我相信半年都有够。明天教要找一真好老师，在国家广播电台你讲唔免做，教学四小时，为中断半年，我相信社会人心就会变好。该反正各种的无共问题，用全世界来播送，我也相信半年到一年，整个世界社会都会欢迎兴旺。和海无论什么款冲突，去到这境界都会化解，这是真正做论坛拢看到这个效果。那北京未好，接受这教育好不相处了。夫妻要离婚，听几堂课未离婚咯？所有一切不善的意念，拢会当啊回转咯，真正是转恶为善。转美为恶，转邪为正，靠教育啊！啊，唐文弼讲过啊，在全世界，中国人上了解教育，啊，伊对中国认知。嗯，中国找无一个人会当甲伊比的。啊，所以讲咯，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会拯救21世纪的社会啊，对全世界。有这个找无第二的方法了。这是伊伫70年代讲的，1970年代迄个时阵伊讲的。伊讲这句话，单纯是82岁，伊85岁过身呢。这个话现在有真侪人同。对伊啊，半信半疑。我两摆访问伦敦，
甲大学和行业学生交流，甲因的同学教授举行座谈会，欢迎请教。同比是英国人，嘛住伫伦敦，应该真侪人拢真熟。伊的话，你会相信袂？我人回答我，每一人看到我笑笑，笑得真可爱，无讲话。我等真久，我额头转来问伊，敢讲唐文碧博士讲错了呢？也无人讲话，我不得不敢赞叹。王林真聪明，你这问题，伊唔敢承认，也唔敢反对。为什么唔敢反对？当你名声太大，有国际上的声望啊，唔敢反对。为什么唔敢承认呢？我想会到，人讲中国的物件遮好，中国人为什么唔家己来做？中国人家己放弃咯，无外国人诶，可见中国人都未承认，那阮嘛唔敢相信啊。我想应该就是安尼，中国人可能承认，而且依教奉行，中国人改单调，只不过是两百年年俩。万千万年的一百年，如意太后疏忽了。啊，咱相信，有理由相信，慈禧太后读书啊，读无偌济，无认识传统文化，所以有权有势，尽管伫个手头啊，清朝历代帝王拢是三不得主，当代。这个梦中的法师都奉为国师啊，只有到他的手头，伊甲传统文化甲佛法看低咯，伊自称为老佛爷，一切诸佛圣贤拢伫个下面啊，伊袂尊重咯。一个所谓这上行下效，顶面的领导人都无尊重，下面慢慢就降温咯。对有古圣先贤呐、啊，对祖先，对有佛法，迄种的尊重，伊系经书都向下降咯，降到万千万年，会使讲降到甲德国队咯。也是真少啊，啊，真少人伫咧讲啊，无人学啊，人都唔学咯。完全亡国了后，讲嘅人就拢无咯。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咯。外国人哪会相信呢？啊，那要安怎呢？我伫联合国做了真侪摆报告，组队讲演，都是甲中国古人即套物件
会让第一个冰天海。不过咱的会友都是各国的专家学者，散会问到底开讲吃饭，大家啊坐在我面前都是称赞，啊，法师你讲得真好，后面话就真歹听，啊，这是理想啊，做未到，这就完了，我别讲了。我是经历这经验，我才真正知影讲，今仔日整个世界危机，阮伫倒位呢？就在信心失去了。所以我提出来，信心危机是所有一切危机的根本。那要安怎来帮助大家建立信心？科学提证据来啊，伊就会相信咯。这是逼到我不得不去找一个证据啊，证据就要咱家己去创办，这就是河江文化中心的建立。是为什么呢？就为联合国做证据啊。那要如实到这三个方法来教化这个修订，看这修订是不是会起作用。啊，阮当时就37位老师，地主归啊，感应篇啊，是先业都有合作会，成就家己的德行。我要求老师4个月做教，地主个做教，感应篇做教，是先业都来做教。家己无做教，袂当去教别人，教别人人唔相信啊。家己真正做教，教别人，人才会相信。所以我甲这个老师讲，我讲咱伫历史上看到两个大教育家，因个教育成功，第一个就是释迦牟尼，第二个是孔子。因为什么成功？先行其言，伊所讲的话真正做到，伊才会教人，所以学生相信教成功。如果家己要教别人，家己无做到，那是在骗人的。家己做到，才会当去教别人，就圣人啊，圣贤教育。家己无做到去教别人，这是骗人。那教育失败。未成功，那我非常感谢这个老师啊！哇，给他4个月时间，给他做出榜样来给我看。伊2个月啊，就做到了。我非常感谢。问我下一步是要按怎做呢？我来甲大家讲，我伫香港啊，恁拍电话我。落乡入户去表演，新教啊！恁去农民引导，看到老人，那是我的爸母；看到儿女，那是我的兄弟姊妹。恁去教伊呢，做出来啊！如何孝亲？如何友爱兄弟？做来无精髓，赶紧去做。无清气的，家己清洁，动手啊！把厝内整理啊，清清气气，有条有理，让人看了受感动啊！你比我的儿女较孝顺，
伊个囡仔看到，心是惭愧啊，恨对不起爸母啊，无真够孝道啊。安尼做了三礼拜啊，向大家宣布，重新开课，欢迎大家来学习。祖祖连连都来咯，我的想法总是在主要两三年这一个传统文化做出来，我想着讲较无够四个月，就定出现了啊180度的这个大转变啦、啊。人良心唤醒咯，唔敢去做歹代志咯，唔敢去做着无良心的代志咯。安尼，我感觉真着惊啊！我第一下甲老师讲，爱谦虚，爱恭敬，爱记住态。这大水唔是咱家己有德行啊，有智慧。会做会出来，为什么才做会出来？祖宗不比啊，三宝加持啊，人民应跟咱合作，咱该安怎做一定真做，所以才有这好的效果，就是国家之福啊。啊，我想把这个新州转去联合国。去做报告，嘛唔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啊！我想着讲两个月了后，然后讲有一个通知给我，邀请我主办一个活动。20月份，然后旧20月份有五个月积极的筹备，去联合国做报告，啊，咱嘞声音就大了。为什么呢？有证据咯，我做出来咯。中国传统文化有录音啊，做出来了，唔相信你去看麦。啊，阮伫迄地做了3天的展览，用这图片、文字啊，然后展览8小时的报告，讲清楚、讲明白，是真的，唔是假。感动，当时自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赛代表92个单位啊，因真正有心，真心来考察，真心来看卖，这项代志咧以后，连领导无同意，因就无办法来咯。可是有30多人，我知影，我唔知道是一定也阁有用苏宁观光旅游的身份啊，来到汤迪来考察，伫迄边待3天、4天，我知影有30多人，啊，这个信息通去外国去咯，大家。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怀疑啊，未当啊接受啊，慢慢就感觉真啊兴趣咯，认真研究。所以军书地要出来咯，这是旧时的宝典。我就想着讲，要甲伊啊，翻做各种无同的文字，然后国规定的是6种啊。这世界上使用的人口上介多，中国文字、英语、西班牙语、法国语。有俄罗斯语、阿拉伯语，这世界上使用上多6种文字。
那么努力来翻作六种文字，在联合国来流通。自教科文组织的大赛，我熟悉未少。去年未使这活动，苏里南卡办的，邀请我参加。我第二次我们联合国，真侪老朋友搁再见面了。伊拢希望讲我搁再去办活动，实在是我足侪戏咯，提那个较早差真侪咯啊！我顶下办的是2006年，九年前啊，九年前有这个体力，现在拢总下转咯，希望这少年人继续努力。这个是经常啊所讲的真实的利益啊。美好出啥真实，经常所讲的真实是这啊，就是讲本性，真如本性就是真心。真实智慧，人心起作用，就是啊，真实的智慧。所以，真实智慧是真心内底本来有的啊，不是对外面来的。咱如何来开发自信内面本有的智慧的灵？来做这工作啊！所以，即一即三。二三三二一啊，将心所得的是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嘛是因人无同，甲根性有关系啊。根性来得到大利益，根性浅薄的得到小利益，无迄个未得到利益啊。所以啊，方便究竟不可思议。你看，方便真正达到究竟咯，心愿其名，这偌方便的啊！那路路小，缘故不小，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肯来做呢？我觉得未得到利益的呀。公家来对有公告，两位老法师的生平，咱看了后知影，因的生活非常清苦。是生长在贫寒之家，非常偏僻的农村，生活非常艰难，生下来就吃苦啊，无过着好日子，一生甘心情愿。记着家己静坐，家己无参队，归乡啊，有真侪山区，无人，无住的这个所在，开垦，开出来种稻米，种粮食，苦这个生活。年轻，我相信伊有体力，
台湾的民间愈来愈大。啊，老时阵，咱听伊报告，伊所开垦的100多亩地，生产量非常的可观。这利益的人呢，受惠的人，10000多人。这老的想的布施啊，伊某是牛施，蔬菜、水果、这农产品，拢是家己劳动修行的啊。这是表演六波罗蜜啦，布施波罗蜜，甲人一比，所以当地人讲因是有神通。不论什么比，你去找一定会给你医好，你相信你啊？你在外面啊，找一寡这草，随便慢一点啊，那就是伊的药啊。等去池边，肯定伊会好。大家拢感觉非常的惊奇啊！这不是一般人做会出来啊，也无学过医，也唔知。所以你也一点仔草当作药啊，都会当医病啊。所以人民啊，得到利益，真是利益啊！有了世界医保、政保、净土法门、菩提。是真切之者，完全是家己进入本性流露出来。伊无通过阿赖耶，佛经典内面有未少的是阿赖耶流出来，但是大乘经拢嘛是对自性流出来，所以大乘伊是上。为体，本经体性呢，咱都学到这地啊，里面都是一经中处。宗啊为宗旨，有修行之要紧。这个宗就是修学最高指导原则。所谓重要的路，重要的门路，经就是门路的意思。出家出向归处啊。就是你学了后，将来得到什么果报，这是归处。这是理，是理论，净土宗依据的理论。宗是行，那如何依照这个理论修行？这个以经宗旨，应其所为。切其所求，救其所急，名其为处啊！这个讲得真清楚。体是理，道理，总是行门方法，一定来依经的宗旨。怎样讲？咱为什么要修呢？修下这个法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眼前有什么好处？将来有什么好处？拢嘛是咱爱创个清楚、创明白。如果无好处，要学伊创什么呢？这种好处经常那所讲的
咱是不是得到？这点比什么都较重要。如果业力太深太悬，我做不到；因为方法太难，我嘛做不到。我若有这个法门是白学了。啊，经无错方法也是无错，我做不到啊。慧能大师迄个做不到，这个摩尼佛所表的法，咱嘛做不到。啊，无具足迄个条件。来佛寺，即几有法师，表的法咱会做到。因为即款的成就，相信我嘛可以达到这成就。那因为从此呢，咱认真学习，这从此就是老师听话认真做。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具足，来复习这三位老人表的法，那你也做未到，做未到，啊是要安怎呢？啊，继续啊去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来对，绝对啊免不了冤冤相报。啊，冤相报是真正可怕的代志啊！那那是无愿意，搁再继续去六道轮回。啊，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这个道理，这部经论，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唔通有丝毫怀疑啊！我发愿真正想要来去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发愿，然后就是一件代志，老实念佛就成功咯。这个咱想看卖，咱是做得到的啊。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个世间罪缘放未落啊，这最大的麻烦啦、啊。未去叫世界去，这世界上的物件一项拢抓未起啊。你心内爱有怕算啊，爱拢总放下，放下，你是思想我拢无爱。这无路用，心内放下，思想有无关系，心内无，这真放下。思想放下，心内还佫念念着，无放下。必须放下心内念头，最难放的啊，真情啊。名闻利用。在学名利啊，拢嘛是假啊，绝对唔能去目掉。身体低的，身体还佫健康，会当为大众做一点啊好代志，尽量做，无关系。做完了后，定无做，唔能放在心内。我唔是为着名做。我也不是为你做，我无为任何，是为什么？同体大悲，安尼清清楚楚，这就是爱用科学帮助咱做观，观什么呢？帮助咱看破，知影讲所有一切现象，包括我的身体。但孤注这地球，拢总拢是伫个
高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想。那亲像弥勒菩萨所讲的，一旦起三十二的八千念，啊，一秒钟，一千啊六百条的念头，就在眼前呐，但马步不灵呐，看未到，什么人会看到？不公格，八地一相，你好好修，修到八地，你就会看到。啊，不需要用科学仪器啊，这六通啊，达到这加佛的，是同款的啊。所以不是佛一个人看到，啊，地球地十地顶格妙格，这个为主相的人拢总看到，这绝对不是假，实在是未骗人的。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在这一生当中，确实，恒道密先生无骗我，所以我每天对鞠躬啊，那伊甲我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我什么拢无，我嘛活甲非常快乐。啊，非常的自在，无压力。啊，无物质上的压力，也无精神上的压力。啊，这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无容易得到啊！如果唔知佛法，这一生还是苦不堪言。哎呀，佛法得到大喜乐，好，咱今仔日时间到，都学习到这点。